大家好，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正式进行报税的课程，就是网上报税啊。所以大家你可能会发现这个课件吧都不太清楚，所以大家都担待点啊，因为咱们都是从这个真实的报税的过程中，我都是给大家截的这个图，我给大家截的这个图呢，所以你看它的分辨率可能撑到 PPT 里边效果就不是很好了。你说表四是吧，这个表四你是要填的啊，你要填一下，填的本期发生额这个地方，因为本期你发生了嘛，那么这一期你要不抵的话，它到下一期就会形成你的期初，本期会形成你的期末，因为你现在没有抵，所以你不需要填减免表，也不需要填主表啊。好了，咱们就开始做账了啊。你可以打一套报表，你看包括我同学们，我跟你要上这个课，我也得打出一套报表来，因为有的时候你让我特别准确的背过这个表的第多少行，还真是背不过。常用的像19行对吧，30行、23行、27行，这个咱就知道，有好多行不常用的我们也不记啊，老记那个也没有太大意义是吧。好，咱们开始，今天是第一节课，同学们，咱们上周几啊，上周五吧，咱们上周五本来是想着开这个报税的课来着，后来咱们直播间不是出了点问题吗，所以咱们上周五就没有上，那咱们从今天开始上啊。咱们这次讲的这个主题呢是报税的问题，所以大家你有报税的问题啊，你就来问我们，能给大家解决的话呢，哎，就当场给大家解决，是这样一个思路啊。我先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报税的课啊，报税的这个课呢实际上它不难，它挺简单的啊，就一个流程。所以你看今天有一个，昨天有一个学生就一个劲儿在那问什么问题呢，就是问怎么报那个个税。你看今天我有一个朋友还给我打电话呢，他说怎么给这个员工进行专项附加扣除的填写，你打开报表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对吧，你打开报表看一看，把那个系统打开进到里边去，把每一步环节都打开，那这样你就熟悉了。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带着大家报税的这个过程啊，把它走一遍啊，走它一遍。所得税你利润本期合计重报，这个财务报表在征期之内是可以重报的，随时重报就行了，点重新填写作废申报就可以了啊。先把这几个问题说完，然后我们就开始按照我们上课的顺序给大家讲，因为我看你们可能是比较着急哈。行信的这个服务费你拿到了以后，你就可以填到表四里，填到表四里就证明它发生了，它是本月的发生额，那么你本月发生额你本月不抵扣对吧，不用它就会形成你本期的一个期末余额，到了下个月报税的时候呢，它就会在你账面上的期初显示着，什么时候有税款了用，把它填到本期实际抵扣金额那块它就没了。所以这是行信这280块钱的这个票啊。个体户的个税有啥不会报的呀，个体户都是经营所得，那么经营所得你报个税的话呢，得先经过你的专管员给你怎么样啊，给你辅导上，他得有那个模块啊，经营所得的模块，他那个经营所得那个图等我回头截一个啊，等放到我们个税报税那块，它很简单一个图，下面呢就是你个体户业主的名称，上面就是你的收入、你的成本费用还有你的利润嘛，然后按照五级超额累进去报就行了啊。这个是我们个体户，这个不难啊。从头讲啊，先把这几个问题给大家说说。小规模不超30万，账户怎么做？正常做呀。小规模不超30万，那如果说你是普票的话，它是免税的；如果有专票的话，它是不免税的，对吧？那你正常做，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贷主营业收入、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你是不是想说到这个季度末，小规模纳税人不超过30万，税款减免怎么做呀？对吧？税款减免把它走到营业外收入里去，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贷营业外收入减免税款就可以了。小规模小企业快准则完全可以这样做啊。企业所得税报错了的话，你这个财务报表季报报错了，在征期之内可以随时重新报，你把它重报就行了呗，把它改了不就完了吗啊。小规模之前的无票收入又开票了，那好，把无票收入把它冲掉，把无票收入，如果说你原来报过的话啊，那你肯定是第三季度的无票收入对吧，你第三季度做过无票收入，第四季度又开了票了，那么你开票正常在开票那个地方报税，无票收入把它做一个负数就行了。
啊，做一个负数，一正一负，这不就没了吗？表四什么时候添？表四发生了你就添呀。啊，你发生了这个房委税库维护费280块钱的时候，你就可以添这个表四，因为你添了表四，你可以不抵，你就形成一个本期发生额，形成一个期末余额，这样是可以的啊。一直不交税就不填表，对呀，你一直不交税，它就一直在表税里边表四里边形成一个期初数了，因为你这期发生的，你到了这个下个月不就成了期初数了吗？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添那个减免税申报表，再添主表23行就可以了啊。可以呀，你3月份取得的服务费，比如说你原来一直都没有收入是吧，那你现在有收入了，你可以呀，你可以现在添，现在添的话把表四由期初余额添到本期发生额那一块，然后添减免表，然后添主表23行，你可以呀。我刚才讲了哈，就是在征期之内，这个财务报表随时可以重报啊，随时可以重报，你只要把它打开，你把只要把它一点开，那它就自动作废了啊，没有问题啊。印花税没有合同，没有合同我们视同于按发票金额来交啊，按发票金额来交也是可以的呀，因为你没有合同，但是你有发票是吧，那我们就认为也有合同。商贸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税负，这没法说啊，税负的问题我们不解释，因为国家也没有一个硬性的税负的规定，看你们当地这个问题，第一看行业，第二看你们当地，你像这个你们当地对于这个税负是多少，这个你要去咨询你们当地的税局，它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东西本身就没标准呀，因为你要硬性的给企业限定了税负，那你不就是鼓励企业作假吗？我就没有增值税，我为什么要完成你的税负呢？对不对？实际情况啊，你表四的数据怎么可能是自动生成的呢？你表四必须得手工录入啊，你这个月发生了280块钱，你不录入它怎么会生成呢？生不成啊。啊，不用减免了，就不用做税做账了啊。小规模为减免印花税，你说是减半吗？对吧？印花税不是减半征收吗？你减半那个减掉那一半不用做税了，就不用这个交税了啊。比如印花税该交10块，减半交5块，你就直接计提5块交5块就行了，免那5块不做账啊。印花税是一种行为税，它可不是账本。现在账本的印花税都免了啊，税额不足2角不用交吧？这个印花税反正是不足1块，好像都不用交。你试试能出来吗？低于1元不用交，2角也不用交。个体户的经营所得在个税系统里啊，个税系统或者是网厅都是可以报的。个税系统和网厅，但是你的专管员他得给你辅导上，因为这个属于是经营所得的模块啊。对的，个税系统。这个是经营所得，经营所得个体户它不是分类所得啊，经营所得你得专门有一个模块，有一个模块就是代扣代交，有一个模块就是经营所得，等我回头讲个税的话我给你截个图，我手里有个体户啊。印花税你看你是按月报的还是按季报的，按月报的话呢，那你就是这个月的月初到月末，你按季报的话呢，那就是季度第一天到季度最后一天。好，我把这些问题都说完了啊，那我接下来开始说我们今天这个课。咱们今天开始跟大家交流这个报税的问题。这个报税的问题我们可聊的东西都多了是吧，大家你看你在报税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这个课呢要想就是把它听得特别好哈，或者是呢真正的起到手把手教你报税的这个效果，我建议同学们呢去系统里边把报表打一下，就你打出一套报表来，你看我们要教大家带着大家一块报什么税啊，报增值税，那这个增值税呢包括一般纳税人还有小规模纳税人，那你可以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他的报表打出来一套，我们还会教大家报印花税啊，报附加税啊，这些报表都可以打出一套了，还有企业所得税，这些报表都是很有必要打印的啊。增值税的纳税申报表，包括一般纳税人还有小规模纳税人全套，哎，小规模还有这个附加税的、印花税的、企业所得税的，这个税的你打不打吧？因为这报表太长，个税的是吧？所以这些报表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把它打印出来，对吧？你看风调雨顺，准备好了是吧？
我们领着大家报税这个顺序呢是先报增值税。一般的话，我们干工作的话也是先报增值税，报完增值税呢，我们来报附加税、印花税、个税等等。另外，这个增值税啊，它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预交税款怎么报啊，对吧？假如说我处置固定资产怎么报啊，这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报表，那我们到时候也给大家说一说。另外呢，我们就开始报所得税，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我们也会说到一些，因为年后咱们还会讲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汇算清缴。这个汇算清缴的时候，它有汇算清缴的表，跟咱们正常预交税款的表它有点区别，到时候再说。没有报表没关系，没有报表就先看咱们讲课的这个 PPT。我为啥让大家打个报表呢？就是因为咱这 PPT 的质量不是很高，大家都多担待一下啊。因为我们截了好几次图和咱们学堂的老师们，我截一次是这个效果，截一次是这个效果，他可能就是截了图了，缩小了，就是看不清了，是怕大家看不清，所以让大家拿了个报表。另外呢，那你这样的话，我讲的时候你在报表相关的行次做个标记，这不是效果更好吗？是吧？所以咱们就先说增值税啊。我们报税呢，首先得登录系统。这个登录系统呢，它分为两种登录方法，一个就是你用收费的这个软件报，一个就是你用免费的这个软件报。我们可进不了税务网站，税务网站怎么给你直播呀？对吧？那就不好弄了啊。我们没有那样的实时的哈。我在那报着税呢，让你在那看着，这种不是。我们主要是把我们报税这个过程呢，截了图了。你想想，我们给企业报税，这是一个企业的商业秘密，对吧？我怎么可能在那真实报税的时候向全国直播呢？这样不就暴露了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吗？所以咱们这里都是给大家截的一些图啊，而且我们主要是以收费这个软件，它的这个报税方法为蓝本给大家讲的。那如果说你用电子税务局报税的话，它也很简单。实际上，电子税务局现在的功能呢也是比较强大的啊，收入超过30万正常交税呗，对吧？小规模纳税人的报表哈，我们到时候会讲的。那我们分为一般纳税人还有小规模，咱们先说一般纳税人。咱们先讲一般纳税人啊。首先呢，因为咱们这里啊，同学们有的大家都会干，是吧？当然有的呢肯定是财务上的小白，就一天也没干过，可能你报税这个软件从哪登录都不知道，从哪登录都不知道。所以我给大家呢下载了两个我电脑上的截图。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一起助手。因为现在你如果说用一起赢，它的这个安全优盾，过去叫学税宝是吧？后来又叫安全优盾。你用这个安全优盾报税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在你桌面生成一个助手，你可以通过助手进入报税的界面。这个倒是也行，我一开始特别不习惯啊，后来习惯了也觉得还可以。那么你进入助手以后呢，就会给你出现这么一个工作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呢啊，就会给你出现这一个工作台。那这个工作台，你看下面这都是我的企业。啊，你好多企业，你名下的企业就都在这儿，对吧？这个倒是也可以。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助手特别讨厌，现在呢用起来呢，哎，觉得倒是也行哈。然后呢，第二个哈，就是你不通过助手，你通过安全优盾，你通过安全优盾就是那 U 盘呗。你插上那个 U 盘以后呢，那我们桌面上就会出现启动协税宝这个界面，有个蓝色的税字。哦，蓝色的税字，大家点击这个蓝色税字的图标，你就可以进入这个报税系统了啊！进入这个报税系统，我呢是用一起助手这个界面给大家截的图。实际上，你不管通过哪种界面，它干活的路子是一样的啊。我们在报税之前呀，先得对发票进行采集，你的发票采集的不合规，那你的税也报不了，不能保证你的税是正确的。我们的正确的税款来自于我们正确的发票采集。这个大家如果说，你们有这个老会计的话，哈，或者是你现在的安全优盾用的是旧版本的话，每个月你们是不是需要从开票系统里边导出来一个 XML 文件呀？现在还有导这个文件的吧？每个月导出来一个点 XML 文件。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你的销项税额导出。过去的话都是需要导出这个文件的，哎，从开票机上导出来以后呢，保存到你报税的电脑上，然后销项就通过这个文件来把它导入。现在呢，自从进入到了这个新的界面以后，
大家大部分现在用的是不是都是这个新界面啊？到了这个新界面以后，这个东西就不用导了，它自动的就采集过来了。还有你如果用网听的话，它这个发票也不用导，也是直接采集过来了啊。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一起工作台以后呢，它这个上面有你的工作指引，什么你的发票啊、记账啊，还有企业办税，这是红色的企业办税，风控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人家一起营的一些业务哈。我们一般的就用这个企业办税。这个图片大家可能看不太清啊，所以为啥让大家拿着报表呢？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不，反正我是看不清，因为这个我也截了好几遍了，截图确实是看不清。那你把这个系统打开啊，它这个左侧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台，它有发票采集，然后呢申报纳税啊，申报交款啊，还有这个相关的网上缴税啊，报税凭证打印，网上查询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都在这体现着呢。我们要从发票采集开始，所以报税啊是从票开始的。这个软件可不是免费的，这是收费的啊，460、560、980不等。小规模纳税人460，一般纳税人560，然后再高级点的呢有980的，还有上千的啊，这个是不免费的。免费的是什么呢？电子税务局，这个电子税务局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去报，登录电子税务局用实名认证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也是可以的啊。那我们要想报税，虽然我们一直在说报税，但是我们的报税它是从发票采集开始的，你只有正确的采集了发票，那么才能够保证你这个税报的是对的。我跟你说一下我一个亲身的这个经历啊，上个月的时候我有一个企业，我在系统里给他报税吧，是8000来块钱增值税，我就给他扣了。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呢，像这种几千块钱的税款，大几千都不用跟老板沟通，直接就可以给他扣。哎，我刚给他扣了以后呢，这数据就给我提示我了，我可能跟有的同学说过是吧，就是他比对不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转出的进项税，但他没给我发票，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给他做进项税额转出这个数据采集，那你报上去的这个税就跟税局端比对不符，就马上给你退回来了。那退回来什么？退回来你的信息啊，退回来你的信息，那你这样的话就需要重新更正申报。而且你要注意同学们，一旦是扣了款就没法更正了，没法更正了，就没法这个自己撤回来作废了，只能去更正申报，去大厅。而且你一旦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可以重新勾选了啊，不可以了啊。那我们那个企业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上个月补了40000多块钱的税，这个月他还这样，他还开了好多红票。那我这个月我涨价去了，一开始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开红票？如果你有开红票的话，那好，咱俩一张一张的把这个红票的票号、红票的金额需要开出。这个红色发票申请单的啊，我们两个都对过了，你千万不能出错，大厅月底特别的忙，这个季度啊咱们得慎重。所以这个就是发票采集，我跟你说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发票对于报税的正确性。那我们第一项呢，大家你可以使劲的看看啊，不知道你们能看清不能，这个是销项的采集。销项采集完了，你就你操作的时候哈，你操作哪一步，你点中这个页签的时候它是红色的，然后呢你第二步呢是进项采集，第三步呢是进项税额转出采集，这些采集啊你都要把它采集到，还有一个普票采集。那我们首先呢做销项采集，过去的话啊，这个做销项采集就是导这个 XML 文件，现在不用了，一键获取，这有一个一键获取，大家只要把这个一键获取一点好了，你的销项税就出来了，就是你开过的这个销项票啊，它就出来了。这个是发票采集里，哎，我们点一键获取，你点获取的过程，它就会正在获取你的发票，把你的发票获取过来，好，给你一个提示。你看我这个企业，它这个月呢一共开了31份发票，啊，总的金额呢是146万9159.96元，那么税款呢也都告诉你了。作废的发票有7张，那一般的同学们啊，你要看到这个企业这个月作废了好几张发票，你可以问问他啊，就是大家你要不是这个全职的兼职的，你看我一般都会问他，我说你为啥要作废发票啊，因为你这一个单位啊，你频繁的作废发票，这个他也容易引起监控啊，你为什么要作废发票，而且作废7、8张，张数还挺多是吧，可以打听打听的，就咱们做会计嘛，这一来显得你负责，二来也显得你比较专业，你要看着特殊的事你要问，
那这个要跟哪个对呀、啊，同学们？啊，咱们这里边是不是有原来跟我们学过开票课程的？如果你在这里有原来跟咱们学过开票课程的，那么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信息跟哪对？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要进行信息的核对，你知道这个信息和哪对吗？这个信息，哎，和我们开票软件里边，我们在开票软件里边每个月是不是都得导出来一个开票汇总表啊，是吧？你这个月开票它有一个汇总表，哎，对了，月度统计开票汇总表，你和那儿去对，跟他对完了还不算，还得跟你手里的发票对，包括这个张数你要数数啊。你现在你一共31张票，有7张作废的，那么手里有效发票是24张，对吧？你把它给数数，这些都核对上了，那才能保证数据的正确，听见了吗，同学们？首先这个数要和月度统计的汇总表对，然后要和真实的发票对，这样才行。你这事儿可要当个事儿啊，张数要数上，而且最好拿计算器加它一遍，我都会加一遍拿计算器。我们可是见过啥样的都有，咱这里这个风调雨顺，你是不是要开财务公司啊？那你就注意了，有的那个企业给你送票的时候他不懂，他把那个作废的发票通通都给你拿过来，开就是正数发票、负数发票、作废的都给你拿过来，而且他也不会在发票上给你标清哪张发票是作废的。好多企业他都连写都不写，因为他不懂，他就认为他开过的这个票他都得给你，那你可就宅去吧，对吧？你把那一张一张的挑出来。所以你要做财务公司的话，你跟这个企业一开始沟通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清楚这个要求。我们现在你月月跟他讲，张远那老板那作废的、打了偏了的哈，那发票打歪了的都给你拿过来，那你不得把有效的挑出来吗？对不对？这都是工作经验啊。是月度统计是在开票软件里，你可以往前面翻一翻咱们讲的这个开票的这个课。那你把这个数据确认对了吧，你一定要确认对啊，因为咱们会计在税上是不可以差一分钱的，一分都不能错。那你把这个统计完了以后啊，我们这里呢会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你的这个发票啊，各种发票的情况都有多少金额，都有多少张，金额税额一项的就都给你列置好了，这是我们销项这块其实就有了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从销项开始统计。那么在销项这里边呢，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个无票收入的话啊，你像这个地方有无票收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我拿个笔给你画画。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无票收入的确认，也就是未开发票的确认。那你有了这个无票收入的话，你怎么录呢？你看你录不了，是吧？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横线，所以我们无票收入需要在点开这个地方，这下面有一个操作吗？哎，你需要从这儿录，把你这个月无票的收入，这不是无票收入吗，录到我们这个系统里边去，点一下新增，你就可以录无票了啊，就可以录无票了。这个确实是看着很费劲，因为我们截图只能截成这样。那你把无票收入，就是未开票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就在这个界面上把它录上就行了啊。你把这个票呢开给了哪个人，他的名称、他的税号还有他的开票内容，把它录好这就行了。这是无票收入，要知道啊，无票收入可以手机里用一个课件，那这个电脑里放一个课件。这个是发票的销项就采集好了，那么销项怎么核对一定要知道，对吧？这个才是你实务中这个经验的问题呢，你得知道怎么去对数，知道它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进项，那我们现在开始采集这个进项，对吧？你也是点一键获取进项，把这个进项把它获取过来。这个进项啊，就是本来在旧版本的时候它也得通过远程导入，进项都得通过远程导入。那么大家你的进项的前提是什么？你怎么就有了进项了呀？这谁跟我说一说呀？因为咱们各种情况的同学们都有，可能有的人觉得很简单我都会了，但可能有的人呢听不明白，不知道说啥呢。那么你要想把进项导出来，那你怎么样？你不是得先去认证吗？是吧？认证、抵扣、确认签名，对吧？确认签名，一般的确认签名以后需要等一段时间，比如说24小时以后，有的时候才有信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等多长时间啊，我们这得等24小时才能出来信息。你就把它从认证抵扣系统里面，也就是一个勾选平台啊，或者一键抵扣，从进项就导出来了啊，
进项就导出来了。电子数据不好使，你要觉得电子数据好使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怎么用过这个。感到真正的你需要查数啊，你需要进行这个查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电子数据不好使了。嗯，电子数据的发票信息都是自动过来的，都是自动过来的。你像你这个吧，你要觉得哪个信息不对，你还可以修改修改，电子数据你改不了啊，那个都是自动过来的。那么可以看一下，你把发票获取以后，你看这个发票进项的信息就有了，一共有多少张发票，金额是多少，税额是多少，这个和什么对呀？这个要和我们认证抵扣明细清单对。那么大家你认证抵扣了对吧，你要打印出来一个认证抵扣的清单，这个清单上包括你这个月认证的所有发票的明细，还有包括它金额、税额、发票张数的一个汇总，你跟他对对吧，哎，你跟他核对无误以后，把发票实际的张数也对上了，那好，这个时候进项采集就结束了。每个月在做账之前能把这个东西对对对就都对它一遍，你别等到最后做账了那个数对不上了，然后再着急麻慌的去对票，那都晚了。先对好，保证什么呢，保证票据是全面完整的，就是没丢票也没有废票在里边裹着，这样的话你的数据一般不会出错，这都是经验，可以帮你省很多事儿呢，对吧。你不要录入发票录到凭证到最后了进项对不上啊，然后再把所有的进项倒出来跟那个认证清单一笔一笔去对，那你不就麻烦多了吗？我都会把这个活干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吧，这样的话你不会有问题，磨刀不误砍柴工嘛。那再往下走呢，我们的进项这就说完了。那你看你的进项包括好多种啊，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你的通行费电子普票啊，还有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 ETC 多收钱的这个是吧，如果你是 ETC 的话，你通过票根 APP 你是可以这个下载通行费电子普票的，通行费电子普通发票是可以扣进项的啊，还有这个机动车。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机动车的采购，那你看机动车这块也是有数，你看我们这个鞋这个月就买了个货车，你看机动车的税这不也就上来了吗，还有相当于这个农产品的啊，农产品的这个计算抵扣，这些数都会有啊，这是我们所有的进项一下子就都有了，这是我们进项的一个采集。把销项和进项都采集完了以后，那它有一个进项的一个汇总，你看在这里告诉你进项的各种发票，有增值税专票啊，啊，通行费电子发票啊，机动车销售发票啊，海关缴款书，农产品销售收购发票，农产品销售发票，还有代扣代交凭证等等。这地方呢也在告诉我们进项发票有几类啊，有几类，然后你看这个张数税额都有了对吧，哎，你看他这个企业这个月认证了50多张发票，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啊，你要注意进项我们就对上了。增值税为什么是3%，增值税为什么不是3%呀？增值税如果说是你问的是什么呀，增值税如果你是小个纳税人，那你就是3%，一般纳税人才是13%呢啊，所以这是身份的问题，税率不同。进项和销项，那我们在前面是不是还讲过认证不抵扣啊，同学们？哎，这问题在哪儿？在这儿呢。你点击这个操作按钮，会显示全部的认证抵扣明细。这里这个月啊，所有的认证抵扣明细都在你的系统里面就导过来了。你可以把这个明细呢导出来，可以对这个进项采集的结果呢进行修改。修改什么呢？就是修改它这个抵扣的状态，你是抵扣还是不抵扣？你比如说我认证了，但是我不想抵扣，那好，你就可以在这个界面把它点开这张发票，你想操作哪张发票，你比如说我想操作这张发票，那么你就把这张发票把它点开，哎，点开这个发票以后呢，我们看啊，这不是有我们关于这个进项发票抵扣还是不抵扣的一个选择吗，对吧，如果你想不抵扣，那你就把这张发票把它点开，点开以后呢就出现了我们这张发票的信息，哎，你看这张发票的信息就出来了啊，大家能不能凑着看清啊，你看这有一个抵扣的选项，那么这有个抵扣的选项，你是抵扣啊还是不抵扣啊还是代抵扣啊，对吧，一般的话我们都是选择抵扣或者是不抵扣的，如果你这张发票认证了不抵扣了，那你就把不抵扣那个地方勾上。咱们这个发票在认证的时候，它默认的啊都是正常抵扣，它默认的都是你认证了就抵扣，
如果你想不抵扣，那么你需要把这张发票点开，手动的去修改一下。那你既然刚才我们这个同学你提到了这个税率的问题，那我就让你看看这张发票，还正好挺合适的。我们选择的是一张什么呢？住宿费的发票。这个住宿费啊，它实际上属于现代服务业，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税率其实就是一个6%啊，这是现代服务业啊，它是6%的税率。所以这个增值税的税率呢，它有好几档啊，6%、9%、13%，还有一个叫什么？你说的这个3%呀，它严格来讲，它不叫税率，它应该叫征收率。那这是需要对认证发票进行不抵扣操作的时候，要点开这张发票，手动把抵扣选项由抵扣修改为不抵扣。一般呢，咱们干这个活最主要的也就是修改这个抵扣的状态啊。还有呢，我们看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是你抵扣的这个类型，你是一般项目的抵扣呢，还是这个即征即退呢，还是共同分担呢？哎，共同分担。那么要共同分担的话呢，那么你只抵扣你分担的这部分，这些都是可以选的，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啊。一般的话我们默认的都是什么呢？一般项目都是这次默认的。你一旦选了不抵扣了，那你就放弃抵扣了，以后就不可以再抵了啊！你不抵扣嘛，你放弃了，不抵扣就是放弃抵扣啊！以后月度再想抵，没有那么容易，操作不了了啊。你这句话表述的不对，以前是一年抵扣期，以后好像永久了，不是的啊，不是抵扣期，是认证期，认证有期限，抵扣没时间，我们。过去说的什么90天、180天，或者是360天，对吧？这个抵扣和认证是两码事儿。你这个发票要先认证后抵扣，这个认证是有时间的，对吧？但这个抵扣是没有期限的啊。你只要认证了，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你啥时候需要抵，啥时候有税款，啥时候再抵呗。这样啊。是的，如果你选的不抵扣的话，你报表上就会自动出现不抵扣这个金额，也就是它就不会在进项税额里边出现，因为它不抵扣嘛。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这样做是防止出现那个什么发票滞留，是吧？你开出去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像我们现在这个税法的规定，那你就必须得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去认证，如果你不认证的话，就会出现滞留票。但又因为那你比如说你是小额，那滞留票你就不用管了。但如果说你是一般纳税人，那你不想抵扣的，或者你不符合抵扣条件的，你可以走一个不抵扣啊。这个共同分担啥意思，是吧？共同分担就是这一项一个业务，一个发票的业务需要有两家来抵扣税款，那么你这一家呢就把你的抵了就行了，那么对方呢他要出具一定的单证。你像我们河北省啊，是出了一个河北省税务局的1号文件，他就把这个共同负担费用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那大家呢，你可以根据你们当地啊有没有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你比如说那个大电费开给物业的，是吧？写字楼的物业一下开10几万或者几百万，但是每一户一个月交多少，就这种问题啊。这有的地方已经出台政策了，但有的地方还没有，所以大家还得跟着你们当地的政策走。再往下呢，这个操作呢叫进项税额转出。如果你涉及到进项税额转出的话啊，一定要注意要把它如实的填报上去，这样也会影响你当期税款的一个形成。如果你不做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你在开票系统里边已经开过红字发票申请单了，对吧？但是你报税的时候呢，却没有把它报出来，没有把它体现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会产生增值税的比对不符，比对不符，那么你就会形成什么呀？你就会形成少交税款啊，清不了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需要更正申报去答题，这就麻烦了啊。所以咱们这里边呢，如果有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况，你一定要把它转出来。那么至于说都什么情况下进项税额转出呢？这个税法有规定，你比如说免税的、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啊、用于交际应酬的等等。还有因为开具红字发票申请单你导致的进项税额转出的，还有其他情况等等，都叫进项税额转出。那有了进项税额转出，需要手动录入啊，手动录入它的税额。
手动录入他的金额，这样是做绩效税额转出处理的。第十五个这个功能呢，我是没有用过，但是他在这里呢，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跟你说一说，因为这功能是要交钱的。首先我没有那么多的普票，对吧？另外呢，我认为我拿手算算都行了，因为一个月没有多少，你要用它这个模块，你还得给它再交钱，好多单位也不知道的哈。那就是普通发票抵扣的统计表，可以用这个功能采集普票，这样的话呢，它就直接导入到浮表二里边去了，不用你手工填写了。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呀，同学们？这个就是根据咱们今年三部门联合发行的那个财税2019-39号文的规定。这个39号文里不就是说这个飞机票啊、火车票，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交通运输工具，比如说公共汽车，只要是带有个人实名认证的，它这个交通乘坐工具的发票，它是可以抵扣降税的，对吧？它主要是针对这个政策来的。就是你有几张飞机票多少钱，就有几张火车票多少钱，录到这儿，他自己把税给你算出来。你这个需要买这个模块啊，你这个我试过了，你看我这用不了，因为我没有掏这个钱，我觉得没有必要掏啊。你自己把这个税给它算算就行了啊。要注意，我们前面讲这个税的时候，我都跟你说过怎么算，是吧？比如那个火车票，我们认为就是9%含税，飞机票呢也是9%含税。那么公共汽车呢是3%含税，对吧？你把它拆开，价税分离完了，让附表二里一填就行了。在附表二怎么填，一会儿我们会告诉你啊。它填附表二的第8B还有第10列啊，第8B还有第10列，你填到那儿去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功能用不用吧都行，除非是你这个月的票据特别多，但是你再多你也需要算呀，你至于让他给你算直接填到表二里去吗？你还不如直接拿手写呢。有的功能不是特别好使的啊，我就不用这个功能。那好了，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申报表的界面了啊。我手里也有一套报表，如果说大家你也有这个报表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报表拿回来拿出来啊。那我们刚才讲的以上的那几个模块啊，就是不太清楚截图，这主要是说的是发票的采集过程。你发票采集了就开始报税吗？有数据才能报税呀。那好，大家我们看增值税报表添列的政策说明，把这些文件你把它寄回去看一看啊。我们进行增值税的申报，我们要根据这些文件号作为一个依据，像总局2016年13号公告你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表样。再一个呢，就是总局2013年的32号公告，2018年的17号公告，还有我们总局2019年的15号公告，这个都是关于我们报税的这些文件号，大家去看一看啊，把这个文件都打开，把它读一读。我看一眼你这个题啊，12月份开出一张专票，忘了作废了，你正常交税啊？啊，你要正常交税，你这个月征期，你这个月正常交税以后呢，下个月你就得冲红了，啊，得冲红。冲红的时候呢，到底谁开红字发票申请单？那这个伊利说的对，得看谁。得看他认证了没，他如果认证了的话，那么他需要给你开具红字发票申请单，你来开红票。如果他没有认证的话，那么让他把这个发票退给你，你自己开红字发票申请单。所以你这个税款10000肯定是要交上了，这个没有商量。而且你交上这10000，同时伴随着的附加税还有印花税你都得交上，而且这个还导致你这个月的利润上升呢。为什么大家一个劲儿的就是提醒同学们啊，你在这个月结束之前，这个月结束之前一定要打开你的开票系统看看，你看一看你该作废的发票都作废了没有。好多有的人就说，老师我在票上写上了，也盖上作废章了，那盯啥呀，你得在系统里边作废。所以养成一个习惯啊，每月最后一天把开票系统打开看看，该作废的发票作废了没有，还有多少票，对吧？因为你还有多少票涉及到你下个月开票要用，如果票特别少了，那么你要抓紧时间报税，因为你报完税清完卡才能买票，对吧？哎，那如果说你这个票呢在当月还有点量，那你在当月就赶紧把它买回来，只要不超料就行。但你只要一到征期，你要想买票就得报完税清完卡才能买，
所以这是你月末打开开票系统你需要注意的事项，尤其是咱们干财务公司的哈，管的户比较多，那么月底的话都把这些打开看看，看看有没有像这种情况就作废了忘了的，系统里的对一对，所有的作废的纸质发票要把它单独的保管起来，然后把纸质发票和你系统里边作废的发票把它对一对，看是不是该作废的全作废了，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在每月征期结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报税系统开票系统再打开看一遍，哎，月底打开看这一遍呢，你是看有没有作废的，对吧？核实一下你的汇总情况，发票汇总表把它打印出来，那么你在报税结束之前再看一遍，那你就是看一看这个企业清卡了没，对吧？因为你必须得征期清卡报税了没，把它再核实一遍，所以这个会计月底月初啊，这两步回头看你是一定要有的啊，你老也不回头一个劲儿往前冲，那还不是容易出问题吗？对不对？要注意这一点啊。好，这是第16个我跟你说的这些文件号，把它记一下，可以回去呢看一看啊。再往下导到我们这不是已经把发票的信息导过来了吗？导过来这个发票的信息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申报纳税。你进入到申报清册里边去啊，进入到申报清册里边去。那么申报清册里边，大家你可以看看，现在是全税种申报，因为国际税合并了是吧？全税种都申报了。那么全税种申报了，你的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的申报，你看增值税的报表、附加税的报表、印花税的报表，这个通用的申报表，也就是工会经费的报表，还有社保也是可以在这报的啊。再一个就是个税也都是可以在这个系统里边嫁接的。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系统里报个税不好使，大家有用这个系统报个税的吗？如果你人特别多的话哈，你用这个系统报个税就不太好用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系统报个税的啊，你报个税的话还是去用那个自然人扣缴客户端去报个税。这个系统报个税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当你这个企业人数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般的都会把这个人员给它做一个什么呀，是不是做一个工号啊，对吧？那么你这个工号它往往是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我们往往是从小到大吧，按照顺序排列的。那你这个工资表上你这个人员的排列顺序，你往往是不是按照工号来排的，对吧？这样的话呢，你扣一些费用啊等等，扣一些费用等等，那你这样的话你比较好找数。但是你要用这个系统报的话，它这个人员的顺序都是容易给你打乱，而且它那个不能按照工号自动排序，所以我是特别不喜欢是这个。你看我的人员比较多，好几十个人，你不能按照工号自动给我排序，那我怎么跟工资表一个一个的对数啊，对吧？因为你要报个税的话，你是需要根据工资表来对的，你工资表实际发了多少工资，他个人承担的三险一金部分是多少，那你这些都录上去以后，他自动会给你算出一个税款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好使，我比较容易那个自然人客户端去报个税啊。这是在这个系统里边，你所有的应该报的税种都会在这体现出来。那同学们有没有人问，我怎么知道我这个企业需要交哪些税呢？你这个企业需要交哪些税，这是你的税种核定问题。你的税种核定问题，你去你的电子税务局里看啊，电子税务局有一个纳税人信息，在这个纳税人信息里边，你需要报哪些税都是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代理记账的时候哈，或者是我给哪个企业做账的时候，第一次做，我都会登录电子税务局，把他企业所有的信息整理一遍。他登录电子税务局这个企业的什么营业执照上所有的内容，还有这个企业所有的税种核定，对吧？税种信息他都有，都需要报什么税，按季度报的还是按月报的，你都把它整理一下。这样的话你将来做工作就不容易丢东西啊。这是我们关于税种信息的由来。这同学们，你为什么知道要报这些税？每个企业跟每个企业都不一样，因为它核定的不一样啊。但是它再不一样，每个企业都会有增值税的申报，不过就是按季度报还是按月报的区别罢了，对吧？那我们进入这个报表系统，首先呢它就会给你一个温馨提示，哎，它告诉你了啊，我们系统中呢已经存在着进销项发票的数据了，
那么你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发票数据，你是可以根据这个发票数据生成报表的。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数据，觉得它有问题，你可以重新导入。一般的那个数据，我刚才不是教大家在发票统计那块把那些数都把它怎么样，是不是都把它核对过了，都是正确的了吧？数和数去对，数和票去对，对吧？都对上了，没有问题了，那好，你就可以直接生成报表就行了，因为它是正确的。你正确的，你干嘛还要把它重导入一遍呀？对不对？你就直接把报表生成就行了啊。好，你看，你点击生成报表以后，系统会再次提示你，让你再对一遍你的发票信息。你不要忘了，同学们，我们是以票控税的啊，你得保证你的票是对的，这些票据信息都是万无一失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报的税才对，你千万不要特别着急，反复核对，都核对准确了，报税是特简单的，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看我们采集到了什么信息，你在你这里边就会有什么信息。我们采集到了销项，我们采集到了进项。那么你采集到的这个销项，你的金额是多少，你的税额是多少，对吧？还有你采集到的进项，你的专票有多少，你的通行费有多少，机动车有多少，海关有多少，农产品有多少，它就是按类一项一项的就给你累计过来了啊，一项一项的都有了。所以你的销项税，你的进项税，在这个环节实际上都已经确定了。那这都已经确定了，这一切都来自于你的开票信息啊，来自于你的房委税控开具系统，而且是当期认证的，当期认证，当期抵扣。大家要注意，这个期指的是什么？你看咱们干会计经常的也得明白点这个会计上的说法，这个期指的是税款所属期。同学们，现在今天是1月13号是吧，你1月13号你报的这个税，它的税款所属期是什么时候？它税款所属期是什么时候啊？哎，对了，12月啊，所以我们是4月报上个月的税，所以你报税的这个月啊，报的可不是当月的税，你报的是税款所属期的税。你1月份的这个征期税款所属期它是12月份，所以我们这个当期认证这是税款所属期认证了的发票。那么你再次核对这个数据没有问题，你就生成报表呗。你看往下走啊，你就可以生成报表了。报表一旦生成以后，有的数啊它需要你手动修改一下，大部分都是自动生成的，就是因为全是自动生成的，所以导致我们的人的这个功能的越来越退化，是吧？你过去我们自己拿手算那个报表啊，一个数一个数的填的时候，那你跟现在它就不一样，因为现在哪哪都是自动生成的，所以好多时候连表上的逻辑关系都整不明白了，都是自动生成的嘛。那我们报表填列呢，一般都是自下而上开始填列。注意啊，这个增值税报表也好，所得税报表也好，它都是从下往上填，下边都是浮表，上面都是主表。那我们是先把浮表填完，让它自动生成主表，所以这个填表的顺序你要知道。像一开始我们这个当会计的时候，好多那个新手哈、新学生上岗了，就会打电话，老师点的主表点不开呀，你肯定点不开，你先点副表，主表是自动生成的啊，只有部分数据需要你手动修改。所以现在这个安全优盾就一起用开发的这个软件吧，真的是给这个会计人员节约了很大的工作量。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它对新手会计呢不太好，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数跟数之间的逻辑关系，你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你就成了一个机器了，这个不太好啊。大部分报表呢我们都是可以自动生成，且没有的业务也要把那个报表打开，点一下保存，空保存啊，不是说没有了我就不填报表了，可以不填数，但是必须把它空保存一下，空报嘛，对吧？那我们这个报表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现在手里就有这张报表啊。我们一共是这么四张浮表，一张减免税申报明细表，还有一个代扣代交税款通用缴款书清单，还有一个成品油。那么这个成品油，如果说你是成品油的企业，你就填这个成品油情况明细，比如你这个月的成品油的进销存，对吧？因为国家对于成品油的管理它不是比较
比较怎么样，比较严格嘛，对吧？那如果说你不是成品油，那你就不用管了啊，这是成品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代扣代交税收通用缴款书抵扣清单。这个代扣代交一般的就是你从比如说国外单位或个人那儿采购了商品了或者接受了服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替国家代扣代交税款，你代扣代交的这个税款啊，它是可以扣进项的。你比如说同学们，你从外国买了一批货，你从外国买了一批货，这个外国呢它又在咱们中国没一个办事处什么的，是吧，就是就这一锤子买卖，那么它涉及到的税款你就得代收代交，那这样的话不就相当于你的进项税啊，你就把它填到这个表里边去。还有一些委托加工交的这个消费税，你比如说国外呢某个化妆品的品牌，比如说这个雅诗兰黛，是吧，让你给他做这个小棕瓶，那么你给他做完这个小棕瓶，他要提货要提走啊，是吧，委托加工嘛，他提走以后，在这个提货的过程之中，你要代收代交他的消费税代收代交他的消费税增值税等一系列税款，因为他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组织，但是他在中国境内有所得，像这种委托加工你得由受托方代收代缴他的税款，那么你代收代缴他的税款，你这不就属于取得了进项吗，是吧，那你是可以抵扣的，所以就填到这个代收代交税款通用缴款书抵扣清单里边。这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你没有的话呢，你就把它打开空保存一下就行了。你看这个清单打开以后呢，会显示着你们单位的信息，这是你们单位的信息啊，税号、税务局的名称、纳税人的名称，然后扣缴义务人的识别号，扣缴义务人的识别号，逐个的一个一个的去填就行了，用的特别的少。下面啊，就是我们这四张浮表，还有一张减免税申报表，最终会自动生成这个主表。这个主表你不要先填，你填也填不了，你点不动，所以我们要先填副表，再填主表。一个一个的看一下大家啊，我把这个表呢也给你打开，咱们先看那个表一。有表的人啊，你就把表打开，咱们先看一看这个表一是比较好的啊，没有表的人你就只能跟着我的 PPT 走了，因为这个 PPT 呢看的不是很清楚，我是从下往上给你截的图，所以咱们按着 PPT 走吧，怕有同学手里没表。首先就是这个成品油库存情况表，如果你有库存你就把它做上啊，期初库存啊，本期购入啊，期末库存呀啊等等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就一带而过了啊。那我们增值税的申报呢，先从副表一和副表二开始填。为什么填这个呢？因为好多时候副表三、副表四都不填，主要是填副表一和副表二。那我们先看一下副表一，大家如果说手里有表的话呢，可以把副表一打开。副表一其实是个收入表啊。好，我们看一下副表一，这个表呢就不太清楚了啊，因为我们毕竟是截的这个图，有了这么大一个表，所以大家得看看你手里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建议你把这个课件呢在手机里看一下，我觉得手机里看的还清楚，别说你不清楚，连我自己都看不清楚，所以这样啊你要注意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副表一啊，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副表一，因为有的人呢可能看不清楚，填表嘛，那你就得一行一行的来啊。增值税的副表一，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收入表，它体现了就是我们收入的统计情况。你像刚才有人说我没开票的收入填在哪儿，是吧，或者是我原来没开票，我报了税了，无票了，无票收入走过了，我这个月呢我又开了票了，那我这个填在哪儿，对不对，那你就看着这个副表一就行了。咱们这个副表一呢，从这个大类上来说啊，它分为这么几块，第一块就这一块，这个是一般计税方法，第二一块呢是简易计税，第三个呢是年底退税，第四个呢是免税，所以相应的啊都在这儿了啊。如果说你有免税的，你有年底退的，年底退一般指的是这个生产企业的出口业务，还有一个就是简易计税的、一般计税的，这四种可以导致税款增加的情况都写在这儿。什么叫一般计税啊？注意同学们，因为我们做的是一般纳税人的这个报税，对吧？那你一般计税就是用你的销项减去你的进项，这个叫一般计税。它随着营改增的完成，它为了照顾原来那些营业税的企业，对吧？它一般纳税人有的项目也是可以选择
简易计税的。哎，一般纳税人一般的都是一般计税方法。啥叫一般计税啊？本月应交的增值税等于本月的销项税减去本月认证抵扣的进项税，这个交税的方法就叫一般计税。但是一般纳税人呢，他还可以怎么样？简易计税。那一般纳税人如果说要用简易计税的话，那么你需要怎么样去数据备案第一次的时候。所以大家呢，如果你是一般计税的话，它自动会添列在一般计税这个后面，简易计税的话呢会添列在简易计税后面。如果你有免抵退，那你们自动添在免抵退后面，如果你有免税，那自动添在免税后面，是这样的啊。我们比较多的大部分企业都是用第一列就行了啊，也就是第一块就一般计税就可以了。那么一般计税呢，大家可以看看你手里的表能不能看清啊。第一个呢就是全部的征税项目，全部的征税项目里边有没有计征计退的，如果有计征计退的，那么你要把这个计征计退把它统计出来啊，计征计退征了就退啊，所以你把这个统计出来，你是哪种情况，要分别列示。我们重点看一般计税，一般计税呢，全部征税项目有13%的这个货物，13%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还有6%的等等，他把这些税率啊都给大家摆在这儿了啊，因为你作为一个一般纳税人，你的税率就是13%、9%。还有6%，那你把这不同税率的收入分别列示在后面。那收入分为几块呢？在这儿呢，第一个是开票收入，也就是开具增值税专票，另外呢就是开专票的在第一列，首当其冲是专票，第二列呢是普票，第三列呢是无票，第四呢是增值税检查调整，这个是税务局查账啊，让你补税了，这么几种情况。那么这么几种情况的销售额还有收入额，你都把它汇总一下啊，都把它汇总一下。好了，这个是我们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表它一般计税添列的这几项，你要清楚啊。这个还是手里拿着个报表呢，可能会更清楚一点。还有这种扣除法的啊，像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期实际扣除的金额有扣税的啊。把这个东西要往后添，这个呢就用到的很少了啊，基本上不用。它这个扣税呢指的就是不动产的预交税款啊，如果有预交税款的话，那不就意味着本期应交税费的减少吗？所以大家你看，如果说你这个月想做收入，但是你没有开票是吧，你就添在无票收入这儿。那我们刚才讲发票采集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无票收入采集啊？你只要是在那儿采集过了，在这自动就会出现啊，在那采集是在这自动就会出现。你说我在那没采集，我到这儿来手工添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如果你在那儿采集了，发票采集环节采集了，这儿会自动生成。如果不采集，到这儿来手动添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无票收入。那你比如说这个月我做了无票了，也报了税了是吧，我到下个月我又正常开票，那好，你正常开票，如果开的是专票就添在第一列对吧，添在这儿，开的是普票就添在这儿，那你这不是当时做的无票现在又开了票吗？你把无票给冲掉，在这儿添一个负数啊，添一个负数把无票冲掉。你看你一个正数一个负数，这个月你是没有收入额也没有税款的，因为你原来交过了呀，本来也是这么回事对吧。这是我们的第一列一般计税。有计征计退项目的要把它考虑一下，什么叫计征计退我们后边会讲。他说主表第二栏应纳税货物销售额，应纳税货物销售额是不包含未开票收入的金额吗？当然了，你主表第二栏那个上面有表头啊，这写着呢，这不是第二栏吗？这写的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他的收入和税款，第二个是开具普票往3、4栏里添。那么如果说你是没开票无票，往5、6栏里添，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说你开票，你添在一栏和二栏，一栏是收入，二栏是税款。如果你开的是普票，添在3栏和4栏，开的是无票，做无票，那开的是我讲浮表的，你就先跟我说浮表啊，咱们先跟着思路走。那么你无票收入呢，我们开的是5栏和6栏，这是第一个啊，一般计税就说好了。那么随着营改增的业务呢，我们一般纳税人还有简易计税，
这个简易计税我回来再说啊，咱们休息一会儿，中场了，然后我说一下你这个人的问题。小企业半年一发工资，但是个税要月月报，没有工资表的依据啊，零报啊。因为现在我们工资它是按年的，综合所得按年申报，所以你们一年发一次工资也行。你没有工资的时候你就没有所得，但是这些人呢又在职，对吧？又不是离职状态，你应该进行全员全额申报，你可以零报，就工资都是零，空报啊。那你发工资，你发的是八个月的，就八个月一次报呗；你发的是一年的，就一年一次报呗。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工资它是综合申报，它按年汇总在一起的，所以你一年，哎，按十二个月报，报十二次也是这么多工资和税，你一下子报了也是这么多工资和税，它累计。你要摆脱过去那个思路啊，过去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月超过3500你就交税，不超过3500就不交税，对吧？现在不是，他按你年终算账，为什么还要汇算清缴呢？对吧？他按年算，所以说你一次性报一年的工资也没事儿，因为你报一年工资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下子扣一年的费用啊，所以对于这种情况，你一定要选准他的入职日期。而且平时没有工资的时候按零给人家报着就行了啊。好，这是我们的一般纳税人的主表，它一般计税项目的填写。你小规模没有无票栏，没有无票联，我给你找一找看你填在第几行啊。小规模，我刚才打了一个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的表啊，我这样跟你说的话我就知道告诉你填第几行，填第一行啊。小规模纳税人无票收入，你得看你这个无票收入超过了30万没有。如果说你超过了30万了哈，那你就说要交税的。你交税的话，你就填在第一行呀。第一行就是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的，填在第一行，填在第一行。那么它这个第一行呢，有第二行和第三行。第一行就是税控机关代开的专票。还有这个税控器具开具的普票，他们都是填的这一块的啊。第一行无票收入填第一行啊。如果说你超过30万的话，那么你没有超过30万的话，那你填的免税销售额这一块，填的免税销售额这一块，你填在哪儿呢？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你到底是填在小微企业，还是填到没有达到起征点？这个是税局核定的。一般的话，咱们这个公司它就是让你填的10行小微企业，他认为你是小微。所以说这个小微企业呀，它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啊。增值税也有小微，所得税也有小微。所得税的小微呢，就是用利润说话；增值税的小微呢，它就是认为你是小规模纳税人，而且又没有超过30万，这个就是增值税的小微。一般的话，第十一行呢，没有达到起征点的这个哈，对，说的对，它是个体户，个体户或个人，它填在第十一行。所以我们公司呢，一般是填在第10行。其实我们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也是没有达到起征点，对吧？但税局核定的时候呢，它这有一个区别。所以刚才你讲无票的这个学生，你是要填在第一行的啊，第一行。哎，对，可以，知更鸟，你可以这么干啊。因为你一定要考虑好人家的入职日期，你把人家的入职日期填好了，这样人家才能够从入职这天扣一个月5000。对吧？那你一下子发八个月工资没事啊，他可以扣8个5000，所以你的费用和你的收入是相匹配的，这个没问题啊。哦，来的比较晚了是吧？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时间是8:30到10:00，咱们这一周是145，哎，145这3天咱们进行分享，然后年前咱们就结束了啊，过了年咱们再接着来呀。老板名下有2家公司，现在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心个税的问题啊？个税汇算清缴咱们年后讲啊，现在咱们可以先问点增值税的问题。老板名下呢有2家公司，老板在其中1家公司拿工资报个税，另一家公司没有工资也不报个税，请问老师，另一家公司因为没有经营，可以给老板做零工资零申报个税吗？那你除了老板就没有别人吗？对吧？这属薅羊毛的，你干啥非倒着他一个人薅个没完呀？这属于是一个人在2家公司任职，这种情况他按理说是应该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啊。那你要是这样做也行，但是长期零申报这个会纳入监控的啊。你干嘛长期零申报呢？你是觉得没有经营，但是又想有个人是吧？那你看能不能换个人呢？
对的，悠悠，你看人家就掌握诀窍了啊。你这个月报全年的个税，只要你的雇佣时间选的对，它是可以扣你全年的费用的啊。而且如果说咱们单位有员工是什么独生子女啊，什么养孩子的这个哈，反正有房贷的这个，要需要我们给他报的话，你要是乐于助人的话，你就给他报；你要是说不愿意干这个活呢，你可以让他自己通过手机 APP， 让他自己去填，填好以后，你在报税系统里边导一下啊，你就有了啊，就有了，都行。法人领不领工资？你说的是啥意思呢？你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法人，做到工资表上了，但是不领工资，像刘强东一样是吧？我一年要一块钱。一般的话你尽量规避这种情况啊。这个月有固定资产清理专项申报怎么报？固定资产清理专项申报你指的是什么专项申报？所得税吗？如果说你固定资产清理的话，增值税怎么报？增值税正常报就行了。增值税这块呢，我们有你看你的固定资产清理是哪种情况哪种情况你是正常的清理呢，也就是正常交税呢，还是原来没有抵获过现在简易征税呢？它填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我一会儿要讲到的什么呀，那个简易计税啊，一会儿咱们要讲到的简易计税。我们先把这些问题说完，看大家可能也是比较着急，可以吧同学们，互相学习嘛。表四填了280，提示和减免税申报表减免本期发生额不一致。表四填了280，提示你表四你填哪儿了？你要说，你这个280你填到啥位置了呀？对吧？你280你填到什么位置了？这是重点。你要填在本期发生额这块，那没事啊，你就填在本期发生额这块呗。我发生了，但是我没有抵减呀，这是可以的。如果你填到本期抵减那儿了，那你就得填那个减免申报表，要不的话就不一致。所以你添了280，首先要看你添在哪个位置了，而且还有你这个月要不要用这个280啊。这是你表四的添法，280的添法啊。你在抵扣的那个月再去添减免表是不迟的。你这个月发生了，你愿意把它添到表上放着是吧，但是我不抵，这是可以的啊。你得添到哪儿啊？添到本期发生额，添到第二栏，添到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不用添啊。你什么时候抵减的时候，那么你再来添到这个本期发生额添到这个本期抵减这一栏。所以我们这个表四你不是添到本期发生额了吗？那么你减免表也要添到本期发生额。如果你表四添到本期抵减额了，那么你减免表也要添在抵减额。所以这个表四和抵减表它在一块儿，你把那个抵减表再添一下，表四在什么位置，抵减表就添在什么位置，你看它就平了。那么你实际抵减的时候，你再添到第三栏，同时添主表第23行就好了啊。再往下走啊，我看看你这个人的问题啊，说老师兼职的销售和会计可以按工资薪金报个税吗？没有在单位买保险，但是每个月会造的工资表里金额不大，但可能累计来发放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他知道你是兼职的还是全职的呀，实际上你这属于非全日制用工，你要按非全日制用工的话，你发工资的方法就不对了，因为非全日制用工他半个月就得发一次工资，对吧？这个就看你怎么说吧。你要是说你不这样的话，让人给你开票呢，你可能人家不愿意给你开是吧。看不太明白你说这句话呀，工程服材料零售附表一是13%与9%，主表应该在哪个栏？它自动的就倒过来了呀，因为我们这个主表和附表它是对应着呢，对应着呢，这个税率之类的都有，它自动的按税率，它就把你的销售额就都给你倒过来了。其实大家你们能不能看见我在这个主表这个附表一这块有一圈红字啊？啊，有一圈红字，你别管税率是多少，它导到主表的时候，它都并在一起了，啊，并在一起了啊。本期期末余额不一致，你说的是什么呀？不太清楚你个刷屏说的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你那个是怎么填的，你不用你就填在发生额那儿啊，或者你可以不填，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填。对吧，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填，你把本期发生额和本期抵减额一块填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你现在你不用，你不用你就把这个减免表还有负表四都填在发生额那儿，什么时候用再填在本期抵减额那儿，或者是现在不用连发生额也不填啊，我就等着什么时候啊，我就等着这个发生的时候，实际要用的时候再把二列和三列都填了啊。个人所得税计提什么呀？个人所得税怎么，你说的是什么计提啊？个人所得税是在发工资的时候是要把它做出来的，你的实际发放工资的时候，你借应付职工薪酬对吧，贷银行存款户能现金，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这个实际上就属于计提呀，因为你在发工资的时候要把你应该交的个税算出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计提，它是在发工资的次月才会产生个税，税款所属期是你工资薪金支付的那个月，可不是说你计提的那个月啊，因为你不支付工资你哪有所得呀，你有了所得才有所得税嘛，对不对？那么你发工资的时候如果涉及到所得税，要把它走到应付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里边去，应交个人所得税里边去，这属于一种计提啊，对着呢，咱们学堂说的没问题啊。所得税附加资料里的期末资产总负债总额上个季度填错了，0.93填的0.08，单位万元还用修改吗？不修改应该没事吧啊，这个东西你能改改就改改，你在这个季报的时候能改改就改改，总之你汇算清缴的时候他还要按照新的口径重新去统计，他现在让你做的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将来汇算清缴采集数据呢，因为你这个季度的资产数就是你季初数加季末数，每个季度的季初数加季末数除以二，然后四个平均数这样再除以四，这样得到的啊，季初加季末除以二，季初加季末除以二嘛，最终呢再是用这个四个平均数除以四，所以它这个是为了汇算清缴统计数呢，你可以把它改改呗啊。你这个不同税率的这个收入，它在浮表一里边统计，它到主表里边的时候，到销售额里的时候，它就并在一块了啊，它就不分了啊，所以它只是在浮表一里分着不同税率，到主表里边全部都并到第一块销售额里边来了啊，知道这一点。什么叫开红的发票多交增值税呀？你开红的发票进销售额转出了嘛，是吧？那你就把原来你开那个发票把它完全的做一张负数，把它做一张负数就行了。但是做一张负数的时候呢，当时你肯定是走的，比如说原材料啊，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进项税，是不是贷应付账款等等，是吧？你现在原材料是个负数，你不是开红票退货了吗？然后你应付账款是个负数，那个进项税你就别负数了，你可以把它走成贷方的进项税和转出，这样比较合适一点啊。一般的来讲，个税是在你支付工资的次月来报，你看着这个税款所属期吧。财务报表可以导入，但你得交钱呀。你比如说在这个模块里边，在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个收费的这个申报软件里边，你要想用自动导入的话，你得交钱，最起码你得是980的那个客户你才有这个功能呢啊。还有你个税人特别多的话是可以导入的啊，那一个一个录还了得，一个单位好几百人，它有那个模板，你把它录到模板里边去就行了啊。退役军人增值税，一个退役军人他的增值税是你得看你干什么，他是可以抵减6000的，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当地政府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上调不超过50%，可以，这是行的。你他办的是个体户吗？对吧，要个体户是这样，不是个体户还有一个其他的退役军人的政策，这个政策你可以去看我讲那个年底结账的时候我特意说过退役军人。有税款的时候抵减呀、有税款的时候抵减，计提的个税与扣缴的不一样，你为啥不一样啊？你可以先填个税的申报表，填完申报表再去做工资，这样它就一样啊。退役军人这个政策我在讲那个年底结账的时候讲了，你去看看那个政策啊。好，我接着把这个附表一下半部分给大家说完。刚才讲的是一般计税是吧，一般计税的话呢，那按照不同的这个税率它是统计的啊，但是到主表里呢就合在一块了。
那第二个呢，我们就看一下简易计税这个地方。简易计税，第一个呢就是全部项目，它都这个全部的增值项目，其中呢包括了计征计退。计征计退这个问题，我到后边会讲啊，我到后边去讲，所以你现在不用去先问他，我们到后边会说这个计征计退。我们看一下全部征税项目，全部征税项目简易计税的有六、有五、还有四、三，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四了。啊，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五和三。那么首先是6%，有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用简易计税。比如说我一般纳税人啊，还有一些这个餐饮的业务，对吧？那你这个可以算是一种经营，它可以简易计税。还比如说呢，5%的征收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这个5%啊，假如说你出售的这个不动产，它是5%。还比如说你这个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它也是5%的差额计税，如果有你就往这添啊，5%的。还有那个3%的，这个3%征收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还有不动产和无形资产。3%的不动产、无形资产不多，3%的固定资产挺多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你们问这个问题哈，就一句话说不清。你说我卖固定资产怎么填表？那我还要问你呢，你卖的这个固定资产是什么时候买的？因为你卖的这个固定资产，他买的时间不一样，国家对他的税收政策不一样，那么你卖的时候他填表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是2013年8月1日之前买的小轿车，对吧？那你把它给卖掉的话，那你就得用我们简易计税，就得填到哪里呢？按3%的征收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你就得填到这儿，它是不一样的啊，要知道啊，这是简易计税。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简易计税了，那么你就添到简易计税里边，如果没有就可以不添。这个简易计税说白了就是没有进项，没有进项全部都按销项去交呢不太合适，所以国家给你个过渡性政策。你像这个营改增过来的，你比如说不动产的老项目，对吧？它可以按5%简易计税。还有我们出售的是我们没有抵扣过进项税的固定资产，这个可以按照3%进行简易计税，这个都是有特殊的内容的啊。我们到后边应该是给大家讲了哪些业务是简易计税，哎，哪些业务你可以选择简易计税，这个税法是有规定的，它不是说大家你想当然的去想。那么如果有减免退的话，你就相添在相应的位置上，没有就算了。这个是我们附表一，其实这个附表一啊，它是自动生成的。啊，这个附表一是自动生成的，它就是根据你那个销项数据、销项发票会自动生成附表一，这根本就不是手填的。你看你那个那朵菩萨，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开票开错了呀？你比如说你在开票的时候选错税率了，你是要说这个事儿吗？你如果说在开票的时候选错了税率了，那么它会自动倒过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是一般纳税人，你看咱俩说的是不是在一个频道上？比如说你是一般纳税人，你的税率应该是13%，对吧？但是你怎么样？但是你这个他在这个选税率的时候选错了，选成了3%。那你这样的话，你发票信息导入的时候，就会把你这个收入一部分导到13%里边去了，一部分导到简易计税里来了。那你作为一个一般纳税人，因为你是一般计税的，你只要是看见这个简易计税，你就特别敏感。因为你简易计税到时候可能会导致你清不了卡、啊、因为你简易计税是需要备案的，对吧？你没有备案你却出现了简易计税，有可能就是你的税率选错了。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见到好多这样的，开票的时候把税率选错了，把税率选错了，选了个3%，明明是13%，对吧？那好，这3%就会自动蹦到简易计税里边去，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表就错了。咱俩说的是一个意思吗？那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们怎么弄？你这个课件它因为是截图，它是我们在这个报税的时候给你截的这个图，如果说没有给你报税截的这个图，也只能是截那个空白的报表，你更啥也看不到了。所以大家你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个课件放在手机上看得还清楚一点啊。咱们我都截了好几遍的图了，就是我在那报着税，我就在这截着图，要不给你截那个空表的话，你就更看不清了。怎么会选错不认真呀？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税率它都在你报税系统里边，它并不是说过去不用的那个税率或者你们企业不用的税率它都去掉了，剩下的就全是你们企业用的税率，不是这样的，都在那儿。那你稍微不小心
就选错了。还有好多单位他习惯性的用复制发票，开票的时候就复制复制复制，结果一直都是错的。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一开发票就是清单发票，一开清单就是180条二三百条，每个月都得弄错几个啊，都把那个税率弄错了。那把那个税率弄错了，那一开票给他一导入信息的时候，就会在简易计税制出书，那你说怎么办，对吧？你简易计税这块是不可以出书的，因为你是一般计税，你这种情况下导致的就是清不了卡啊，你会清不了卡的啊。啊，你上个月有红冲的发票，又开了正确的金额是一样的，你上个月是红冲啊，对吧？你上个月红冲的，他走了上个月的负数，你这个月开了发票，你这个月是要交税的，你两个月，你这是两个税款所属区，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你上个月开了红票，又上个月当场就开了正确的金额呀，是吧？那他确实是没有了。比如说你上个月开了个100块钱的红票，你又开了个100块钱正确的发票，它确实是没有了。你导发票信息的时候，它就没有，你确实是没有了，不存在，没有销项税，也没有收入，就是为零。对呀，没问题啊。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跨越了就不行。如果说你是当月一个红字的10万，一个蓝字的10万没了，所以它不产生税款。你去导销项信息看看，你导不出来。因为我们红票开在哪个月，就自动冲年哪个月的收入。红冲减一计税发票形成的多交增值税，红冲减一计税，你是选错税率了吗？你多交增值税这是啥意思？不太清楚你要描述的是什么啊？税务说主税种是设计，但我们开票是建筑，附表一呢是正常准确的。主表自动引入到销售收入的，那你这是税务核定的问题啊，它跟报表没有关系啊。就是税务给你核定的时候，他认为你是设计服务，你的税率应该选6%，对吗？但是你是按照9%选的，税务认为你的税率选的不对，是这个意思吗？那你就按设计服务开票呗，你是什么业务就是什么业务呗，他这个会自动的给你导到简易计税里边，你是说这个意思吗？现在还能修改上季度的报表，你得说你修改的是什么报表。如果你修改的是财务报表，那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你修改的是税务报表，那你这个东西你得去大厅里更正申报啊，你得去大厅里更正申报，它不叫逾期申报，这叫更正申报。更正申报呢倒是也不涉及到罚款，但如果说你有税款的话，你可能要交滞纳金。你9月份的发票，你9月份肯定是正常报税了，你12月份冲红了，那么你12月份冲红，你12月份这个红票会冲减你12月份的正收入，你正收入和这张红票的负收入相抵以后，剩下的那个数，知道吗？那是你这个月的销项税，因为你红冲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我9月份的收入我可以在12个月冲12月份红冲啊，对吧？你比如说我12月份正好开了10万，我又冲了个9月份的10万，这个月没有税。那你12月份开了20万，红冲了个9月份的10万，那你这个月有10万的税，因为你红票开在哪个月，他就去冲减你当月的收入和税款，这个意思啊。电子税务局上可以逾期申报，都得去大厅，逾期申报都得去大厅，你网上报不了逾期的，你都逾期了，你还不得更正去申报吗？啊，这逾期申报是要交罚款的，你就是说在网上税务局报过去了。到最后这个信息也会提示到局端，也要交罚款，逾期申报是必须走罚款的啊。啊，印花税不分一般纳税人还有小规模，我们只有增值税才分一般纳税人还有小规模呢，印花税交法是一样的。如果说你不知道印花税怎么交，那么你就去百度上查一下印花税的税目表，印花税税目表上有的那你就填，没有的就不填啊。啊，财务报表也是这样的，你也在征期内报完吧。我们这边有说，财务报表在当月报完就行，但我从来不这么干活，我都是在征期之内就把它报完了啊。可以啊，那朵菩萨这个是可以的，
1到11月份都没有报个税，但是你也没有申报，零也没有报，对吧？那你就零也没有报。按理说呢，他没有发工资，你可以报一个零。你一定要把人家的入职日期选对，你不是一下子要给人报11个月的工资吗？你把入职日期选成1月1号，这样他就可以扣11个5000，啊，可以扣11个5000啊。有模板，他有20000人也没错，也没有关系。个税系统里是有模板的，你去看一看，个税里边有个人员信息，人员信息里边有一个模板，你先把那个模板下载下来。啊，下载下来，然后呢，再把你这些信息，你这么多人，你肯定有个 Excel 表吧？你再把你 Excel 表复制粘贴过去，然后再把模板导入，导入以后呢，报送就可以了啊。好，咱们我把这个问题说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6月份申报增值税报表附一的附表一，当时呢，填写错误，没有开具发票，我填写的时候是个负数，实际是这个。我这是这个月怎么操作？我不太理解你这个意思啊。你报错了吗？你怎么可能会错呢？你开票的时候在附表一里，它都是自动导过来的，你怎么会错呢？那你就是报错了税了呗，对吧？第一点，我认为你不会错，因为你的附表一都是根据发票信息导过来的，这个就错不了。我不知道你为啥错了啊。如果说你确定是错了的话，那这个你得去更正申报了，手工填报表。去大厅更正申报就可以了啊。你这个定额户我给你回复不了，你得看你们当地对于定额户的管理。定额是20000，你开票了开了4万，你超定额了要交税呀，对吧？但是你又没有超过月度10万，所以你还是不交增值税。你不交增值税的啊，但是你所得税要按经营所得交。有谁告诉你经营所得不超5万就可以免税吗？你们当地有这个规定哦？没有吧？经营所得不超5万可以免税，没有这个规定吧？如果你是定额户的话，哈，20000块钱之内，你们当地税局是怎么交税的？这个要看当地税局的规定啊。你看我们当地税局的规定，定额户是3万。只要你这个月不超过3万，增值税所得税全部都不交。那你看你们当地是怎么规定的，对吧？个体户要交个人所得税，这看你们当地税局对于你的核定啊，给你是怎么核的，给你核的是个定额户啊，还是个生产经营啊等等啊。调表不调账，对的，调表不调账就是在汇算清缴的时候填调表，但是我们是不调账的啊。好了，同学们，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咱们这个业务呢还很多，是吧？你可以把这个报税的问题统一的在我们这儿沟通交流啊。下节课见，下节课见啊。超过30万是要交税的，你如果说幼儿园是免税的哈，这个现在是幼儿园是免税的，幼儿园、养老院都是免税的。他既然是免税，他超多少都免税，他开多少都是免税的。你像这个婚介，对吧？我给那个百合网做过账，百合网就是认认真真谈恋爱那个，他就免税的嘛。你本来就是免税单位，所以不缴，就不考虑30万了啊。啊，对，保教费免，伙食费不免。那么伙食费呢，你就是30万之内免，超过30万交税。保教费呢，就是不管多少都是免税的，好吧？咱们这个课件呢，确实是它这个局限性啊，因为咱们是在申报的当时截的这个真实的图，大家要看的不太清楚的话呢，看看能不能把它下载到手机上，这样看的还好一点，好吧？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同学们，咱们周四见，好不好？再见啊！印花税在申报的时候没有投资款，就是没有这个资金账簿，对吧？找你的专管员去给你核定上。找专管员给你核定上啊。免税企业是要交所得税的，免税企业所得税要交吗？你得看免的是什么税，一般的免增值税不免所得税。你像那个婚介，像幼儿园，它免的是增值税，但是呢它不免所得税啊。一边报税一边减实现不了的啊。好，那我们就这样，再见。